你们这是？专家说不吃早餐，冥想十五分钟，可以起到瘦身、减肥的作用。嗯。哎，这还有一个专家说，不吃早餐的人比吃早餐的人多48%的肥胖几率。这早餐是吃还是不吃？关键是吃什么。如果是既好吃，身体又没有什么负担呢？我后方停住了。是王宝宝。早餐记得吃王宝宝。